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奥坦萨酒庄，我是酒庄的市场及公关部经理尼瑞古萨曼。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一款非常特别的产品，乐奥坦萨限量级版本。这一款酒是由精选自我们葡萄园中特别年份的葡萄酿造，一共只有42,000瓶。曾经获得由帕克品醇客杂志评分的92分的高分。这款酒我们特别为重口味的食物而酿造，色泽明亮，带有草莓的色泽，特别的红色。我们这款酒经过12个月的法式橡木桶，还有6个月的容量为2.2万升橡木大酒桶陈酿。如您所能看到的，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大厅里的大酒桶。这款酒的陈年能力非常强，带草莓、黑莓，十分新鲜的水果味道。入口饱满，能体会到很强的水果味道。经过橡木的陈酿，酒体变得十分柔和，如丝般柔滑，令人愉悦。最佳饮用温度在15度。想象一下，一个宁静的早晨，同众多的朋友一起端着酒杯散步，是多么令人惬意。这是一款非常值得尝试和会给你惊喜的葡萄酒。